公寓可以养宠物吗？会有遇到什么问题？嗯，这一个是当你买 condo 通常会遇到的问题了。我也是被问了很多次了啦，因为这一个问题是牵涉到法律了，所以我就做了一点 research，然后这个是我 research 出来的结果。根据我们的 Strata、um、Management Regulations 二零一五里面有一个条款是这样子写的：只要你是住在这种分层产业的。 建筑物里面，condo 啊，板门啊，这种啦，你是不允许养那一只动物，是会影响到人家的，或者骚扰到人，呃，有危险性，或者是对健康有带来影响的这种宠物啦。如果你们 a n a 有发现到你触犯到这个条规的话啦，他们是有权利把这只宠物或者是动物移走的。所以这个是在这个 regulations 里面提到的。呃，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一个 regulation 里面没有一个条款说明是你不允许养宠物啊，所以。 我们的理解就是，你可以养宠物。 但是你不能够让你的宠物影响到人家咯，因为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哦，我看过那些很旧的 condo 还是 apartment 都好啦。他们其实也是有屋主在里面养宠物的，甚至养到的那一只狗很大的。所以如果是换在你问我这一个新的 project，这个新的 condo 能够不能够在这边养宠物？其实我的答案永远只是一个罢了，你可以养，但是你要确保你的宠物是不会骚扰到人家咯，不会影响到人家，或者是有危险性的，就好像这一个 regulations 里面有讲到的东西这样。但是这个答案。 不一定对到完的哦，我可以要留意，因为四年后那一个项目建好了过后了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一个 management 它的 h recent regulation 会是怎样，因为这些 recent regulation 是可以经过物主委员会投票出来的结果来的嘛，但是一开始我们能够拿什么来做标准呢？就是那个 DMC 咯。 就要看 D M C 里面有讲些什么东西，看有没有说明说哦、呃，我不能够养宠物啊之类一样。这个 D M C 是在签买卖合同的时候就同时一起签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啦。但是几年后的事情我们很难讲啦，得算，如果是跟着这一个 regulation 里面的答案是可以，但是要看情况，要看到时候的 management，看到时候你的邻居没有投诉你咯，就这样简单不了。